知道我很开心，因为我要去台东见我的好朋友，好多好朋友，一个特别是胡建国，他是布农族的好朋友。我是四年之前我第一次见他，然后听他的布农音乐太好听，也是一个好朋友。这是13年前我见一个好听的感情，也是一个好朋友。但是我有好多好多布农的好朋友等我，所以我真的很开心。我马修连恩是一个到处收集好声音的音乐工作者，但是你们不知道的是，我也是一位到处收集好味道的旅人。今天我来到台东拜访我的老朋友胡建国，他是台东县海端乡的布农族长老，也是一位八部合音的演唱者。哈哈哈！哎，好朋友，好久不见了，好久不见，哎，是，好吗？好，很好，很好，14年没有见了啊！对啊，好久没有来，好，感谢，好，谢谢，我你让，好久不见，好。哦，有位置，哎，好舒服。爸，你不需要我帮你，对不对？哎，坐好了没有？我们要开车了。好 ，OK。哇，天气很好，你看，好漂亮啊！哎呀，多。My friend， 对，来，我们来，大家一起，好吃吗？好吃，真的很好吃。哇，这是我们台东的年长啊。哎，对，这真的台马里的东西。台马里那个洛神花。台马里的年长。洛神花。好吃，好吃。对。我记得听第一次我听你一个人唱歌。哎呀呀呀呀！我在录音啊，我觉得玻璃的那个 window church window， 我怕就是，哦，因为你的真的有力量很大，哎呀呀，没有那么有力量，有力量。你觉得你现在力量一样吗？可以吗？可以吗？这附近很多的玻璃会破，试试看，对，可以吗？可以试试看，很短，可以吗？啊，大部分那可以，我深呼吸一下，哇。哎呀呀！哎呀，多！在我心里有力量很大。嘿，这边也有钢琴，对不对？有，那时候有啊。现在有吗？还在啊，还在，钢琴还在，还在呢。哎，对，那你觉得我们可以去？对，可以啊。等我们吃完毕，可以，我们再牧师家。就这样，胡大哥开着货车载我到教会，想要找寻那座古老的钢琴，而我和胡大嫂就坐在货车的后面，一路聊天谈心，享受东台湾的宁静片刻。在这边，我以前我们要看那个钢琴，就在这个地方。好久，你好，好久没有见了你。我记得这边，但是我忘记这边的地方。哦，是啊，哎呀，因为你14年前，对，大约14年前来的时候，对啊，这个还没有盖。哎，我以前住的地方是在这个的后面啊，所以这个以前是广场。对，我记得就是，哎，我刚听那个钢琴的音乐，就是
这是什么钢琴？哦，那是穆斯坦的，这是你的，是你的，对对对，你有钢琴吗？有，十四年你没有？十四年前，现在还在啊，一样的。对你来的时候，那个十四年前，对啊，你还在那边弹的，好特别的钢琴，就是那一台，他也是老朋友，你知道？对对对，老朋友，对对对对，在这边，对对对对对，可以看，来来，亲戚，亲戚，来亲戚里面，你呢？这台就是你来十四年前的时候，不可思议，就已经在我这里一直到现在。对、啊，哎对，对，我记得。你觉得还可以吗？可以可以，但是、哦、可以吗？哦，那这样好了，请你弹，我来欣赏你弹的歌好不好？我想一下， okay, 要给你听什么 ？OK 好。地瓜，这是地瓜哈，这是哪里的鱼？海边的，好大。啊，上面是盐巴。盐巴这是什么？盐巴。我可以吃吗？不行，很咸。哦，真的、啊。哎，好咸哦。哦，了解。所以这个东西给鱼保护，没有保护，不要让它烧焦。哦，这是保护的哦。不要烧焦，我们烤的时候不会黑，不要烧焦这样。哦。啊，地瓜这个可以了，这个还没有。烫，准备可以吃了。对，这个可以吃了。不会很烫。不能煮，叫乌蛋。乌蛋。哎，地瓜叫乌蛋。好吃啊！我很喜欢地瓜，所以这是我们的晚餐。哎，今天晚上要吃的。好吃。我还准备煮那个饭。饭。哎。哦，漂亮的饭。哎。好健康的饭，对，那个乌骨米这样，乌骨米加素豆，啊，加素豆，对，还有南瓜，还有南瓜，哎，有南瓜，有，那这是哪里的南瓜？在山上呢，山上，哎，所以你下去山上吗？哎，我等下要去啊，你要不要去？也要去看，我载你去啊，先生，你要载我去，好，我改，你改正，我改正，好，我载你去啊，好 ，OK， 好，走，好，走了。大嫂告诉我，布隆族的人特别喜欢吃南瓜，因为南瓜很营养，而且吃多了不会胖，是抵制又健康的食物。好的，南瓜在这边。哎，好，那么大可以了，哎，这样就可以采了。它可以、啊。哎，它可以采了。简单、哎。就可以，这个可以了。它可以。啊、哎，那个小小的绿色的也可以了。所以你要跟这个。做怎么样的菜？是我们做那个南瓜糕。南瓜糕。哎，将一个南瓜，就是一个饼啊。啊。哎，用蒸的。颜色不一样。哦，这个成熟了。成熟哦。这个还没有一半。一半。哎，但是你也可以吃啊。可以啊。不一样的味道吗？一样的味道，是比较有汤，它有水。哦哦。不弄煮没有味素啊，我们用这个，有刺哦，有刺。有刺有什么？哇哦，哇，哦，好香哇 ！Oh my God！ You want me to break that？ 哎，
没有年 OK。That's really interesting， 真的，我觉得我看这个，我觉得没有办法。哎，要慢慢的。哇，好酷！虽然字中的身上长满的刺，但是用它来煮菜可是非常美味。就像大嫂说的，他们不太喜欢另外加调味料，而是喜欢加入刺中这种天然的东西体味，让食材更鲜美。那个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国语叫路桥，用力，不能说。沙鲁比纳萨河。沙鲁比纳萨。葱，它是葱。葱。哦，有完的，还没对，没错。嘿，这边有吗？不一样，有。哎，怎么一般？我吃过，可以吃啊。你不能加沾盐巴。沾盐巴。哎，要沾盐巴，盐巴在家里啊。嗯。啊，是，我很喜欢洋葱的。嗯。OK 吗？好 OK。跟着大嫂一起采集野菜。我发现台湾的原住民是很喜欢自然的民族，因为他们每一次采集食物都不会一次全拔光，而是会留下根让野菜继续生长。那个小米在布农话是什么？马豆，马豆，马豆 ，MADUH。哎呀，英文的呢？马杜，马杜，马杜，小米是我们布农族的主食啊。哎，最主要的食物就是马杜，最重要。对，最重要。我们以前哦，差不多一户一家哦，30-40个人，对，生活在一起。在一起。哎，所以好多，好多，要打很多，手会起泡。哎，手会起泡。哇。哎，对。好了，我们来你给我试试看啊，对，试试看。你再靠这边，对，对，这不一样吗？不一样，不一样。这个女生的，这个男生的。哦，有男生女生不一样。好，来，对了，我刚看你的胶。是。哦，是顶这个。哎，它不会跑掉。你这么顶，我这么顶哦，它就稳定了。好，稳定。好，来，试试看，这是第一个，好，好。不行，对，这中间的，对。嘿，有没有歌？你们没有唱歌吗？有。妈妈的，妈妈的，妈的妈的，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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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妈的，妈妈的。
对布农族来说，小米是很重要的食材。布农族不仅为小米举办各种的祭典仪式，我们也可以从他们的巴布和音里听到布农族对小米的尊敬与呼唤。这个小米粉，我们刚才讲的小米粉，这是小米粉？哎哎，不会吧？小米粉，那么，哎哎，对，哇，对，然后就倒进去。我们刚才去山上买的南瓜，哦，就是这啊，南瓜，嘿，真好，就一起倒进去。好，嗯，好，啊，好，欢迎。嗯，很有小朋友的感觉。吃这么大力，好，好，好，试试看，这样压一下。然后你的肉这是什么东西？山猪肉，绞肉。哦，这是山猪肉。哎，山猪肉给绞，细细的。啊哈。用姜油去卤啊，像肉燥一样。嗯哼，这个是什么东西？梅子酱。梅子酱。嘿嘿，那个肉啊，肉。去熬的煮那个果酱啊哈，嗯，是那个水饺差不多，对，像包子一样，对，包子一样。这个刀子用刀背，嗯，南瓜不是有一条？哦，对，酷，哇哦，好漂亮。嗯，好，再来，好，随便加一个肉，来个肉，当。在一转眼，胡大嫂已经生气后煮小米饭了。布农族的小米饭要不断的翻搅变成糊状，才能拌着猪油一起吃。这是我们的小米饭。我们刚才不是打了小米吗？对。然后就洗一洗，洗好了就给它煮，就像稀饭一样，就一直打一直打。This has got to be the most difficult food to make。你真的很辛苦，你我在这边好辛苦，好辛苦，然后很辛苦，辛苦，辛苦，你辛劳一直辛苦了。没有辛苦，没有饭可以吃啊，又辛苦才有饭吃。对，没错，没错。所以你现在是什么意思？你要打到很 Q 这样 ，Q Q 的嘿，啊，布农族的饭啊，可以吗？试试看，我试试看，好吗？不要很硬，用这个力量这样。力量。不需要很大吗？不要压的，不要那个，这个不要很硬。啊好哦。Slap， 我拍，想要做好这道小米饭，要花好多力气，连我这个大男人都觉得累了，真应该给胡大嫂拍拍手。哇，辛苦了，好吃。今天我们的传奇就在这里哈。我特别好去追我的那个南瓜东西。南瓜，就是可以吗？你记得我做的是哪一个？做的都可以了，比较丑的应该。对。啊。毛肉包。太好吃了。你们拍很多，很辛苦啊！哦，香蕉，有巧克力吗？有巧克力，哦，香蕉，就是你们自己种，你们种的吗？自己种的巧克力吗？你看，这个都是啊，巧克力也是吗？哎，没问题。他们真的很辛苦，辛苦。然后你吃，好久，我做以后，我觉得特别好吃，因为我真的知道他们辛苦了。金黄酥脆的香蕉糕，淋上巧克力酱，还有甜甜的南瓜糕，包着咸咸的山猪肉，真的好好吃，好美味。哎，好吃。我们一起拿一个好痛的东西。这里啊，这里啊。哦，在这个里面啊。好好好。就我今天用的是猪脚，一般是用大骨或者是骨头，就熬那个素豆。啊，我们布农族说是布农族的，我要抗热。
I really wish there was a way to transmit these flavors to you watching this show. 不好意思，我的中文不太好，但是我。I really wish I could let you really know what this tastes like. Everything is incredible. 真的，每个东西真的特别好吃。And I'm not just saying that because I'm hosting this show. 真的， that's from my heart. Wow. 今天跟他们一起去啊 to the field to collect the 南瓜，还有帮他们一起做菜 cook together， 然后听他们的音乐，特别是听他们唱巴布和音，很 powerful sacred music。 Today I really feel food is much more than just what you eat. It's music, it's friendship, it's family, it's just 文化，是大自然生活。You know, all of this is food for the soul. Beautiful day. I'm happy to share it with you. Good night.健康带着走，根茎叶菜海鲜肉品样样有，超级好吃，超级棒！校园加减乘除，带你品尝最好吃的营养午餐。校园加减乘除，喝甲钙健康。
隔天我起了个大早，胡大嫂为我准备了丰盛的早点，有紫米粥、甜素豆、地瓜叶等好吃的，让我舍不得和他们说再见。哎，吴院长，哎，吴院长，真的谢谢你们。吴院长，是的，你是吗？谢谢你的到来。我们的荣幸，是谢谢，是，太好了，真的。我回来14年以后，14年，对，我不可以10年以后回来，对，一定下次。来到垦丁部落才一天，但是我却好像感受到一整年的温暖，有教会朋友的满满祝福，还有胡大嫂用心准备的料理，这一种和家人相聚的欢乐，是我来到原住民部落里最享受的时刻。告别了胡天国一家人，我沿着花东纵谷前进，希望能够寻找另一种味道。马太安地区是阿美族部落传统生活的地方，因为这里长满了树豆，所以阿美族人就叫它瓦太安，也是当地地名的由来哦。这边真的很漂亮哦，我特别喜欢河川，因为就是我们的地球的流血一样， It's the blood of life。 台湾的河川特别厉害，因为力量很大，台风来了河川很危险，所以我很好奇这边有一个人在这边的河川里面，我很好奇他做什么。好，我去看。在台北我们没有办法随时看到山和海，但是在东部我们只要一抬头就是山，一低头望就是大海，这样的风景让我很留恋，也很想保护。嗨，hey, hey, 你好。哎、hey, ，你做什么？你拿什么？那个石头，我们原住民的那个石头火锅，要一定要这个石头。石头火锅，你可以吃石头吗？不行，要煮过，烧过才能吃。哦、oh. ，汤那边蛮好吃的、啊。哎、hey, ，大哥，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吴赖。吴赖。哎、hey, ，我是马修。马修，你好，你好。哎，很开心认识你。啊，很高兴认识你。所以，我可以帮你，我可以。可以可以。哪一个是都可以吗？不行不行，要一定要这种颜色。哦，全部有。这是沈文石。哎、欸，我看这边有那个 quartz 这边。对对对对。那个因为它的类似丰田也可以作艺啊，可以作艺啊，哎、欸、对对对对，所以因为这边有那个 these veins、欸、你不怕就是太热那个可以不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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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石头不会烧起来不会裂掉。古赖大哥告诉我，蛇纹石是最适合做石头火锅，因为它里面有很多矿物质，可以补充人类需要的微量元素。这个很漂亮。I know that's not the right one, but that's beautiful. Wow, look at that. 你看 ，I hope you can see the way that light is shining. 那个不是。那 check that out. I mean, 我觉得差不多。真的吗？不是。哦，你好厉害。烧起来就会破掉。哦，就像这种的，很危险。哎、欸，这个啊，对对对对对对，哇，酷啊，对，没错，对 ，a perfect match， 哇、啊，漂亮。这样，我们就用这样子够了，一锅的汤就是这样子，石头就这样差不多了。好，放到篮子。哇，你有很多，哎，好重，你对对对，你要自己拿可以吗？可以。哇。好了，可以去吗？可以。好，你的家在哪里？在山脚下。好，你那一本哇！热情的古赖大哥看到我对这些石头这么好奇，就邀请我到他家做客，看看如何制作石头火锅料理。我的妈，重啊！
请你的。这个是做锅子的，那个槟榔的叶鞘。也真的吗？可以用？可以用，耐热度很高。哦，可以，就是煮，这个烧过以后直接放那边，就它就不会烂，不会烧掉。哇，全部自然的，大自然的。对，大自然，环保。环保，对。You're talking my language, brother. Excellent. 好，我们上车啦。好 ，OK。前往古赖大哥家的路上，他和我说，他们全家已经在这座山脚下生活很久了，对这里的山和水都很有感情。好，好，来下去。哇，哎呦，满载而归。哦，你太太应该很开心，那么多的石头。那个就是我太太，这是你太太 ，Hello。哦，你好，西对不对？对对对。哦，很好。嗨，我是马修。你好，我是凤婷拿告。哈，拿告。拿告。嗨，你好，很开心。那你长得那么帅哦。真的吗？哎，谢谢你说，你很漂亮啊。没有没有。有。热情的那告要招待我吃鲜鱼大餐，要我跟着古赖大哥看看能不能抓到一条大鱼，刚好可以做一鱼五吃，以次次到屋中美味。这是你的八卦网哈？八卦网，八卦网，哎，八卦网。哦，原住民叫达福古，达福古，哎，达福古，哎，就是八卦网。所以就是很传统的。对。很久以前养吗？对。来了，哇，好，他的鱼很聪明，一个小鱼，哦哟，哇哦，哎，很多，那这鱼有什么名字？乌龟鱼，乌龟鱼，哎，啊，名字名叫南部龟，南部龟，哎，南部龟，南部龟，这是够了吗？不够，我们那么多人吃。古赖大哥告诉我。我们抓鱼的时候不可以抓太多，够吃就好了，不要浪费食物，要爱惜资源。金丝梨花鱼，好漂亮。它好吃吗？很好吃。我看起来他们看起来很健康的鱼，对不对？所以因为我知道你很喜欢大自然，很喜欢健康的生态系统，所以你的水这边的水就是不是一般的水，对不对？不是，对，这是什么水？上地下涌出来的水啊哈。所以为什么你觉得是比较好？因为它很甜啊，很甜啊，都可以生喝。可以，可以生喝。所以鱼也有比较甜的味道吗？对，哦，真的，肉质很甜。哦，太好啊，哇！先打开，好。然后，哎，我要这边拉这个线，我从里面，从里面拉。一、二。啊，危险！好 perfect， 这边鱼比较少，对不对？哎，都跑去隔壁了。啊，你要两个不断的地方吗？哎。这个真的很。重哦、不容易，很重，还有，啊，就是 it's so easy to catch everything around you。我看你看起来好容易，因为你很厉害，就是 very so casual so easy。但是我试试看的时候，真的，哇，好复杂，好复杂。就是
我觉得那个艺术一样 ，it's like an art form to do that。我喜欢，因为就是很传统的，很漂亮的，这个 beautiful traditional art form。That's pretty cool。抓了啦半天，我们还是抓不到大鱼，所以只好请古赖大哥亲自下水帮我们抓鱼。而我为了完成拉高的交代，立刻换上短裤下水帮忙赶鱼。这个看起来很方便，很好的 design。Cool， 但是也不容易，因为鱼看我来了，我觉得也许我的衣服太凉，我的皮也很凉，所以他知道我来了，我没有办法。每次我看他们，我肚子饿，但是他们知道我来了，会去这边。我觉得我需要老师帮我 learn more。做出原味又好吃的石头火锅，我们要用槟榔叶草来做锅子。那告诉我，他一分钟就可以做一个，我们来看看他有没有那么厉害。好酷！这一个，这一个，五，好。三批次。怎么样吗？对对，合起来。好。这好啊。嗯。这好。嗯。好啊。嗯，好嘞。嗯。好。嗯。然后。这样。哇，酷 ，so natural。这样。嗯，然后。前面。不对。对啊 ，I'm a really bad student. Okay, I want to know this. I want to know this. Yeah. 好 ，Okay. 哦。对呢。是他的。终于，古赖大哥抓到20公斤的淡水白鲳，拿高开心地说。接下来就看他这位料理大人的表演，他一定会煮一顿大餐，让我们好好品尝。还有一个呢？
子好大，就是地里老公刚刚抓的一样的。它这个鱼肉啊，跟一般鱼不一样，它是 QQ 的，然后很有嚼劲，都是油脂。新鲜。我要碰它的热量。漂亮。Like painting， 是辣椒吗？对，辣椒酱。你自己做的吗？对。这个放一点酱油。好。不会太多。一点点小醋。好。这是豆腐吗？豆腐哎。啊。对啊，哇，你们看麻辣口味的鱼头，我想拿糕一定是知道我喜欢吃麻辣锅，所以帮我准备这道菜。天哪，我的口水都流下来了。我们阿美族很喜欢吃鱼，嗯哼，我们是吃鱼的阿美族，嗯哼，而且吃肉比较少。对啊，我看这边比方说没有散猪肉或很少，很少，真的鱼比较健康。对对。只有鸡肉比较多，嗯，要不我们吃看看。好，嗯。这个是盐酥鱼，就是刚刚撒盐巴的鱼。啊。这个是那个糖醋。糖醋鱼。这个不是那个传统的，对不对？不是，有一点台式台湾中国的。对。哪有？也有你的口味。甜甜的，你去看看。嗯，它这个鱼肉很好吃，不会硬硬的。冷掉它也不会硬。所以很多鱼肉是冷掉是硬的，可是它不会硬。哎，哇，look at that！这个的白酒的味道有一点。对。因为我刚刚煮的时候，我们一下放进去了。好香哦。我吃哪一个？这个都鱼的味道很清楚。你没有加太多东西，所以鱼的味道不在哦。对。那告诉阿美族是吃鱼的民族，而且爱环保，因为他们很懂得用大自然的东西来做成我们需要的东西。你们看，他们把锅子做得这么实用。哇，看放进去里面，是这样子。为什么你先？因为它有那个石灰，哦，那个木炭，木炭的灰。拉着。对对对。而且这一锅汤加了这个以后又不一样，味道是甘甜的。嗯哼。对。啊，石头是什么高度几？这个石头800。800度，哦，真的，800度，哦，800度这么高，哎，哇 ，That's really cool。所以这一道料理是完全就是用天然的一些食材去酿的，哇，它现在已经沸腾了，很棒，嗯，全部大自然，对对对。哇，厉害！你看，哎，有一件那个白酒的味道吗？对，这个菜要上发的时候，这个热度一定要放进去，然后这个青菜才会很香。哇，我觉得我像的时候我比较健康。这个味道非常香，因为这个菜的关系，然后再加上这个叶鞘。因为这个叶鞘它本身就是可以吸收很天然的东西，在它的体内，所以这个东西还可以吸收很多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很棒，这个锅子很棒。对。除了鱼肉以外，那糕还在石头火锅里加了水晶菜、
它不仅可以去除鱼腥味，也可以增加汤头的鲜味。最重要的是，它可以进行体内环保。是我的身体很不好，跟那个石头有关系，因为石头它有矿物质，可能我的体内缺少了矿物质，所以一直生病。嗯哼，他身体很不好，然后就吃天然的东西，然后吃这个，一定要加什么呢？鱼油，他的鱼油会加钙，我可能少了钙，然后就每天吃这个，我慢慢好起来。我本来没有头发，整个秃秃的，真的，所以吃这石头火锅好起来。哇，怎么样？太短了。好甜哦！哇，很甜。非常甜，而且非常鲜美，那个汤头非常鲜，这个鱼跟这个菜很搭。It's interesting because it tastes great, not because the flavor is so amazing, but because it tastes so healthy. 真的有特别很大的健康的味道，没有好味道。没有很浓很重的味道，就是很健康的，所以非常好吃的。吃完了这么健康又环保的一餐，我看见屋子内外有很多木雕作品，一望之下才知道原来那高也是水性的木雕工艺家。这个阿美族喜欢猫头鹰，为什么？因为它是我们的守护神。哦，真的？对，因为我们非常喜欢，而且很多人结婚，没有生小孩的，他可以来找我。哎，真的。所以因为我是小巫婆。哇哦，厉害！可以拿两个，就是两个这样子在一起，哎，这样。啊哈，对。这样在一起。很可爱，他们对对。然后就可以拜我的大自然之母，然后奉献给他们一个小孩。这样，我做猫头鹰25分钟一颗就好了。25分钟，二十五分钟，真的吗？真的，那么快？嘿，哇！你要不要先做一下？可以啊，可以，我可以看你。可以啊，可以啊，还有味道。这是什么木头？香樟。香樟。对，它很香，对，而且它可以提神。你觉得这有一点危险吗？不会危险，这个香味很清香，所以。我一边雕东西，一边闻这个味道，很幸福。10分钟，来5分钟，你快到了，不会吧？我觉得每个猫头鹰有真的有不一样的感觉，对不对？有它的对名字。对。哎，那高，哎，回来，嗨，好嘞，谢谢你们，谢谢，好特别，我很开心，我见你们在河流的这边，但是，对啊，所以米卢盖杜卡库，嗨，谢谢，很多个地龙那么，嗨，但是我要给你们这个，因为你给我吃，还有今天就是音乐一样，所以我要送给你们，我的音乐，送这个传给你啊，哇，谢谢，我要送这个看一下。真的，那高哦，你的名字啊？方志。啊，在船里面，我们一起 ，we can take this boat through our life together。谢谢。啊，阿赖，谢谢你们，谢谢，谢谢，高，阿赖，谢谢啊，谢谢，拜拜，好，拜拜，老难刀，好，老难刀，嗨，好，哦吼咿呀安，嗨呀哦喊，哈呜哦吼。嗨，哦吼呀安，吼咿呀安，吼哇咿呀安，吼哇咿呀安，吼咿呀安，哦喊，吼咿呀，嗨呀哇哈嗨。哦吼，嗨呀喊，嗨呀。
告别的时候，我才知道，原来那告从好多年以前就开始喜欢我的音乐，但是我却旅行到华联后再跟他相遇，这就是旅行的惊喜。穆罕默德·尤努斯在孟加拉推动乡村银行，提供平民$100，不用担保品的微型贷款。回到台湾，行政院原民会参考乡村银行理念，也希望设立原住民银行，解决族人长期向银行贷款不易、门槛过高、保留地估价过低等问题。原住民银行要怎么设立？能否解决原住民族长期面临经济困境？族人的期待又是什么？请收看1月5号《原地发声》。传染性肺结核主要是透过空气传染的疾病，病菌会随着飞沫被带到空气里面，所以当你发现自己有打喷嚏或者咳嗽的症状时，记得要掩住口鼻或是戴上口罩，不仅有礼貌，对身体也比较有保障哦。和传染性结核病患一起待在密闭的空间里面，或者是和他共同相处8小时以上。另外，还有在病患可传染的期间累计相处超过40个小时，都有可能得到传染性肺结核哦。而且，接触肺结核病患的人，比起一般人得到这个病的几率，最高可以到240倍耶。只要凭着卫生单位开的结核病接触者就医转介单，政府会免费提供跟病患长期接触的人做检查哦。注意，传染性肺结核是会重复感染的病，所以就算病患已经在治疗当中，还是有可能会被其他病患感染，这样一来病情可是会越拖越久的。对于传染性肺结核病患者，政府特别制定了 DOTS 督治计划，是由督治关怀员执行病患关怀工作，亲自送药到府或到约定地点，确实看着病患把药物吞下去，才能杜绝传染并避免疾病再度复发。嗯，回答得真好，全都记起来了呢。哇哦，全都复习完了。小朋友们，你们也要跟我一样做个打击肺结核的勇士哦。为了维持生活，我欠了200多万，工作不稳定，我根本入不敷出啊，最后房子也没了，更还不了钱，但我还是不想放弃解决债务。透过法律辅助基金会得知消债条例已经修法，条件也放宽了，有他们帮忙，我重新燃起希望，终于获得免责，心里的重担终于放下了。消债条例已修正，永不放弃新人生。
laburan langsung tak usik ngelidan langsung tawa bina rungan mau kau kak narimita tukang dam dan dapat si ibaraidan nesan penen sa canom nesan penen di canom nentemuluan dan nentemi arvan dan nentemfakinan hitang usik kau kau canom ulan nupadilin mati bumi tam susungan do an mada sunan dikasih ulan dengar-dengar no yang dalam tuan menmaya. Saya gua nak tanya maju lah itu si pasangan pasangan yang cewek ni beli. Dalam saya gua pasal tersenai ni maju penewanan. Saya si udah dah senai yang cina dalam dengan tuan menmaya capa susu. Ana senai si ramad ramad dengan apa nak jawab nak raru raru tiche. Wah, mungkin tu tanya macam mana? Ya, udah ni tu susu tu tanya macam.102起，个人买卖证券交易所都要开征喽。哦，102到103年采设算与核实课税双轨制。有哪种情形一定要核实课税呢？有的，你看，这些情形一定要核实课税。那除了以上情形外，怎么课呢？核实课税或设算课税二选一啊。若没有选，怎么课呢？那就用设算课税，它会以股价指数不同而有不同的推计纯益率计算方式。不过104年度开始都用核实课税方式哦。